我小的时候都有份用处偷丢它，因为你的人生可遇之谁？也或者是因为恐惧。那你自己相不相信？ 这两位朋友是从香港来的，没人喜欢阿玲，从来他就没什么青春了。但是到我那晚，好多人看到阿玲发疯的在村里面大喊大叫，自言自语，因为大家都当他是瘟神，所以根本没人理他。听说。 当时有了村民用水泼他，赶他走。半夜，村里就起了大火，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，其中300多人连尸体都找不到。你觉得系点死噶？上吊自杀。 阿玲是在大火之后的第二天自杀。 阿茂冇事嘛？没事。因为你都信佢唔系发癫，佢只系睇到你哋睇唔到嘅嘢。佢知条村有大灾难，想通知啲村民，但系冇人理佢。灵异的事我不明白，我只希望两位知道，阿玲生前是个善良的女孩，而且也很可怜。 我咪上阿玲间房睇下。我今晚要喺度瞓。明天早上我回来送你们去看阿玲的坟墓。哦，这次麻烦你。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嚟呢度，而家我嚟咗，你有咩想同我讲？
乜可以帮到阿玲啊？我哋嚟上去见佢啊！阿玲最痛苦嘅时候唔系以前，而系而家。佢因为自杀，所以佢唔能够离开自杀紧嘅时空。他已经死了，怎么会再次的死呢？伯母，你信我啦，你个女好快就会喺上面出现噶啦。我可以带你去见佢。我不会去见他，我一直都保护着他，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但是，他既然放弃了他自己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你听下，呢声我肯定你每晚都听到。阿玲究竟系咪三点钟死噶？明白的了，我不会跟你上去的。阿玲。